万芳与歌迷亲密互动，合照抱抱来者不拒。万芳在演唱会上与歌迷亲密互动，合照抱抱样样来。图记者陈明安社，20001804.14。万芳时间仍然继续在走演唱会于今。14，万在台北小巨蛋登场，他不仅演唱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，更邀请追星21年的粉丝上台互动，炒热现场气氛。在演唱金曲《爱》《经不起考验》时，大荧幕播出万芳1997年演唱会上一名男粉丝冲到台前演唱感人的画面，而在21年后，该名男粉丝也惊喜现身与万芳在聚首。万芳还问对方：“今天跟你来的是上次那一个吗？”歌迷不避讳拉起同性伴侣亲吻，并向万芳说：“谢谢你在小巨蛋开演唱会，大家等了好久，这20几年来奶唱得越来越好，而且越来越漂亮。”万芳与歌迷近距离互动，图记者陈明安社，20001804.14。心情超好的万芳，把该位男粉丝呼唤到台前，给了对方一个大拥抱，甚至让歌迷的头整个埋在他的胸口。亲民的万芳在接下来的歌曲走下台与歌迷近距离互动，合照拥抱样样来，还遇到老同学，让他开心不已。演唱会下半场，万芳演唱完英文组曲 True Colors 及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后，嘉宾李英红惊喜现身，为现场带来嘻哈风。他们合唱电影主题曲《爱上你》，以及男女对唱金曲《爱情现实批》，两人在舞台上轻松逗趣的互动，台下粉丝心情跟着嗨起来。万芳时间仍然继续在走演唱会，李英红又担任特别来宾。图记者陈明安社，20001804.14。而后万芳化身成电台主持人 DJ， 呈现在电台录音间，访问28年前出道的新人林万芳，两人跨时空对话，感性温馨。万芳也缓缓道出心路历程，感人至深。之后则又跨时空与已逝的创作好友 Clumis 贝利对唱，谁情意感人。